就是最近也是比较热的一些话题，关于奥运名单啊，奥运名单的人选最近在网络上面也是吵得很凶啊。我们乒乓网也发布了很多类似的一些奥运之前的名单啊，发布了一些猜想猜测等等啊，猜谁是进单打啊，然后也发了很多这些预测的帖子，结果最终的结果呢让很多人就是不太满意啊，导致结果公布的时候网友骂声一片，是吧，世界排名第一的居然参加不了啊，参加不了奥运会的单打，男单的人选马龙和张继科，女单啊丁宁和李晓霞，刘诗雯没上啊，樊振东也没上。所以今天我不谈别的，这些网上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了，我就想谈一下关于直拍。这次奥运会可以说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直拍，我们中国队没有直拍的运动员参赛。许昕是我们男队最后一块直拍啊，单打也没有选上，所以等于就是横拍啊，全是横拍了。我觉得这个现象怎么说，我不好去评判说好或不好，但我觉得这可能比较啊，这个现象是比较反常。中国可以说是直拍啊，技术运用最娴熟，也是技术运用最先进的国家，反而到现在直拍慢慢都落寞了啊，这直拍的运动员一个个退役以后，又没有新的直拍的新秀上来。如果许昕再退役了，那后备人选，直拍的后备人选还有谁？那可能以后都是横拍的天下了。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在中国业余当中可以说 50% 以上啊，以前可能是 70%， 现在慢慢降到 50% 左右了，但至少还是有 50% 以上的业余爱好者都是打直拍的，因为这是我们传统嘛啊，以前打球是吧，一拿起来就直拍去推了，没有人说拿着横拍的这样去打啊，上来就直拍，因为我们中国人习惯用筷子嘛，这是一种传统的传承。所以在直拍在业余界其实它的受众是非常广大的，但是在专业界却越来越少见，这是什么情况导致的？这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来讨论的问题。导致直拍越来越退化，我个人认为啊是有几点原因的。首先，乒乓球在器材上面啊不断的在调整，这个器材主要是针对的一个我们胶水，以前是可以用有机的啊，以前可以用有机，而现在呢只让用无机。那么无机胶水它对海绵的膨胀效果是肯定不如有机来的那么好，而直拍它的优势在于什么？就在于前三板技术，在于台内小球技术，打灵活，打速度，打变化。而现在我们的器材改变了以后，都使用无机了以后，首先我们底板胶皮上面的啊，它的弹力就没有以前那么好，那么在速度上面就很难去克制对手，那么只能靠什么呢？只能靠变化。这还不够，乒乓球啊，从40改成40+啊，改成新材料，40+的新材料相对于我们以前赛罗洛旋转相对要差一些，这个差其实旋转没有差多少，它主要体现在球的飞行速度上面啊，还有球的运行轨迹上面，它比以前要更好处理，不像以前的球速度那么快，来回，对吧？啊，速度那么强烈，现在减弱了，减弱以后呢，直拍的优势又被削弱，所以我们看到，直拍如果仅靠手指、手腕去发力的时候呢，它其实没有我们横拍用整个手掌发力的力量那么大。那么就容易导致什么呢？手腕的受伤，手指的受伤啊。所以这是两方面，一个胶水的改变，再一个球的
改变，导致了直拍的不是叫落寞，是等于他很难去适应现在器材带来的这些变化。再一个啊，随着我们技术的发展，现在的技术发展更加的全面，以前反手技术相对而言会比较弱，对吧？横拍的反手处理一些台内球相对而言比直拍要弱，而现在反手领拉技术运用广泛以后呢，跟直拍可以说相差无几。你直拍可以用正手挑，对吧？可以直接挑打啊，可以加摩擦。我横拍可以用反手去领，我一样旋转很强啊。所以从小路球上面来讲的话，直拍和横拍的优势啊差异性并不大。那么既然在技术上面没有太大的差异性，那么横拍又拥有了力量大啊，手持感强，它是整个手掌在用力，加上前臂手臂是吧，前臂大臂腰部的力量以后，它可以更好的把全身的力量用在球上面。它相对于直拍而言可能不那么容易受伤啊，这是我们讲的直拍为什么会落寞。讲这些呢，我并不是说改器材不好，但是呢今天我想呼吁一下大家，也想呼吁一下国际乒联，希望不要把直拍给埋没了，它是乒乓球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种打法，一种握拍。如果以后乒乓球桌上没有了直拍，只有横拍啊，那不就成了桌上真正的叫 table tennis 啊，成了桌上网球了吗？我觉得乒乓球只有发展多样化啊，在器材打法上面多样化，技术打法上面多样化，才更有观赏性。现在我们看比赛，除了中远台的对拉，还剩下些什么呢？我们能看到以前的啊，像马林，像刘国梁，那变幻莫测的发球啊，那神乎其技的变化调打啊，那线路的变换现在很难看到了。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啪啪啪中远台的拼体力啊，拼力量，我觉得这就失去了乒乓球的宗旨和乐趣，它不能成为像网球一样的运动啊，它是一项技巧性的运动。然后呢，我也希望广大的乒乓球的业余教练不要太过于急于求成，太过于求成效，至少来的十个学员里面你觉得哎还不错，有苗子可以打直拍的，应该培养一两个。你不能来了以后像流水线一样的上来全部横拍横拍啊，是的，上手是很快，对吧？那只是做给家长看。一个好的教练员应该各种打法、各种技术、各种类型的运动员他都可以去培养啊，我们不能因为为了求成效就不去培养直拍的运动员啊，这是非常不好的一个现象。如果说从启蒙这一块直拍就被埋没了啊，就被抹杀掉了，那我们还谈什么培养一些新兴的直拍的运动员呢啊，所以这是我们业余教练，基层的业余教练的一个重担，也希望大家能够肩负起来。最后呢，作为乒乓网而言，我们是以教学作为基础啊起来的这么一个网站，我也希望今后在乒乓网上面可以推出更多的专业的乒乓球直拍的教学视频和教学技术文章啊，让更多的人去了解直拍，去喜欢上直拍。其实师傅个人打直拍打横拍而言啊，我个人觉得这是我由心而发的，我个人觉得如果把直拍打好啊，比如说你横拍打了很长一段时间技术上不去，但是你可以考虑去试一下打一下直拍，那有可能对吧，通过改了直拍以后，你可能哎技术上面会有一定的灵感上面啊，突然一下有一些顿悟。所以大家也可以说交叉的去体会一下，通过打直拍你可以领悟到手指的发力、手腕的发力，再切换回来打横拍，你可能在处理
还在小球上面会比以前要好很多啊，所以我们一起来努力，不要让直拍啊这项技术今后真的消失掉啊，这真的是非常的就像一个我们的传统文化一样的啊，传统手艺一样的是吧，那些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人传承一样的，我觉得那都是再过个50年100年以后，我觉得那是一种悲哀。